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3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第一个话题是美国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这对美中军事对峙意味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赵鼎新辞职，李晨回国，夹缝中的海归们怎么办？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精彩的看法。为了对抗中国，美国和日本正计划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自1960年签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升级。这其中呢，包括加强驻日美军司令部，为与将要设立的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的同行军衔相匹配，为驻日美军任命一位四星将军。专家认为，美军这一动作将为未来美日军事联合指挥打下基础。美日军事同盟发展的最新通态对可能发生的美中军事冲突意味什么？日本跟北京的关系是否会因此更加恶化？北京对此有什么牌可打？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你好。哎，小英好，各位听众好，王先生好。第二位是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黄先生您好。小平好，赖博士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来自台北的黄青龙先生，那么从你的角度看，美日安保条约进行1960年签署以来最大规模的升级呢，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些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呢？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安保条约它制定到现在已经有64年的时间啊。那么按照现行的体制啊，那么现在美日之间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协调啊，它存在的几个问题啊。那么首先是美军啊，它在横须贺啊，它有海军的舰队第7舰队，在冲绳也有美军的陆战队。但是呢，美军驻日单位呢，它的指挥权啊，事实上是在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啊。那么这个两地相隔长达6200公里，而且还有19小时的一个时差。那同时呢，相对来说住在东京的这个驻日美军司令部这个权限啊是比较小的。但是呢，这样的状态呢已经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感觉到需要做一个大幅度的调整啊？我想啊，当然跟现在中国所造成对区域的一个威胁啊，这是直接相关的。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呢，日本啊，它大幅的提高它的一个保安的一个这个投入，包括国防的支出的增加，它是要准备买入美国的战斧巡弋导弹，而且呢，岸田政府也承诺到2027年要把国防预算增加到国内 GDP 生产总值的2%。同时呢，日本的年底啊，本年底要设立一个整合海空陆自卫队的叫统合作战司令部。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日本的强烈的这种所谓的提高保安能力的情况底下，可是呢，美日之间呢，在它的一个军事协调的部分呢，如果还是按照原来64年前所制定的这个安保条约来运行的话，明显会出现汉格。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那么南韩的话，美军在南韩呢，它有一个这个跟南韩军方的一个指挥体制的一体化，它是有一位四星上将来联合指挥。但是呢，日本的自卫队跟驻日美军的指挥系统是一个分离的做法。那么驻日美军的这个最高层级只有到3星的这个上将。那么同时呢，这个在东京啊，那么他本身呢、并没有这个像南韩驻南韩的美军的这个指挥官一样的一个权限啊，所以明显来说啊，不论是从客观上要应对中国的威胁，
或者在美日双方啊，在近来对本身啊，在区域的一个安全安保的部分的准备啊，过去的这一套现行的体制啊，都已经必须要修改。我想这个是这个时候要进行这一套体制修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跟原因。以上。区域安全啊和中国威胁啊这两大主要因素啊，导致他要去修改。那么赖小刚教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说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这一次的这样一个大动作的这个升级安保条约的这个行动呢？好，谢谢啊。我完全同意刚才黄先生说的啊，我就把用这个试着用我所知道的解放军的术语来把它概括一下。我想呢，它这个提升呢是由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呢是形势变化，这个形势变化就是在第一岛链太平洋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形势实力对比，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的表现呢，就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取得了在第一岛链内的海空军优势，至少是在数量上的优势，质量上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但是已经形成了个数量上的优势。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呢，有相当强的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实际上在2006年已经就有了，经过这么将近18年的发展，它已经相当规模了，已经战斗力相当可观了。而安保条约1960年的安保条约呢，是在60多年前的情况，那是那个时候的美军是占绝对的海空优势，所以这个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叫进行这个相应的军事调整和战场准备。那么呢，军事调整呢就叫调整指挥关系，就刚才黄先生说的，关于就是美印太战区，美国印太战区的太平洋总部和驻日美军，就是驻横须贺的指挥关系，还有和驻韩美军的这种相互指挥关系，它必须要调整，必须要进行的指挥靠前，这是解放军的术语，指挥一定要靠前。你在太平洋是不合，在夏威夷是不合适的，指挥要靠前，所以呢，就要相应的升格这个驻日美军的地位，就是从他的指挥官从3星上将升级为4星上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调整和日本自卫队相处关系，同时也可以把日本海上空中和陆上自卫队把它统合或者整合在了美军的统一指挥之下，就形成了像在驻韩美军这样的指挥体系，或者是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这样的指挥体系就会形成了。目前的现在的它的驻日美军的级别太低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解放军的话说就是战场建设。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新技术出现了，显然他现在的指挥体系，他的一些硬件的话需要进行更新。那么这需要进行解放军是战场建设，他的更新他的指挥体系，各种样的通讯设施必须要更新了。好，谢谢。好，谢谢。这个美国的前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现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约翰斯通啊，他有一个看法，他说呢，这样的话呢，将使建立更可信的双边军事联盟啊迈进了一大步。那么这是指美和日本的这个双边军事联盟一个进步。另外一个他提到了，将是美日联盟更接近美韩联盟今晚即战这一目标。所以这里有一个美韩联盟。那么在分析的时候呢，很多人谈到就是说，这个行动呢可能是让美军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呢变成美军和韩国的那种模式。那么黄清龙先生，这个韩国模式是不是未来这个美军和日本的这个模式发展的一个方向呢？我想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方向哈。我们其实做一个比较啊，这个为什么美韩之间的军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系哈，会比美日啊在运作上更直接。
那原因很简单，当然是因为北韩的威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啊，它是立即而明显的存在，尤其是现在北韩的核武跟导弹的这样的发展啊，是越来越这个不受约束啊。那么，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刚赖博士讲到的啊，现在等于说啊，中国在这个原来的太平洋西太平洋这第一岛链呢、啊，它已经具备了一个完全显露在外的一个威胁，就好像北韩对南韩的威胁的存在一样。那么因此呢，这个美国现在跟日本呢也必须要调整它原来一个相对是比较消极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美日之间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美国日本它现在要整合成立一个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那么美国呢据说也要成立一个新的美军联合任务部队，它是隶属于太平洋舰队啊。那么两边都已经知道必须要提升它的一个保安或者说这个安全的一个防备，但是如果原来的指挥运作体系还是原来的系统的话，那这个明显就不能够符合需要。那么我想可能还需要再看到的是，这也不只是应对到美日啊之间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层次而已，因为这一次这个消息讲到说岸田到美国去访问啊，他除了跟拜登那么要谈美日安保条约的一个升级之外呢，还要跟拜登还有菲律宾总统这个马可士呢要举行美日菲的一个三边的一个这个高峰会啊。那么美日菲的这次高峰会，我看到非常多的国际的专家来预测，认为说啊，它非常有可能会变成走向三国的军事同盟啊。那么有关这个利用美国利用两边的军事同盟扩展成三边，我们在去年已经看到原来的美日美韩现在变成一个美日韩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么日本其实也非常努力想要突破他单独要承受来自中国的直接的压力，所以除了美日韩之外，他在长期以来在美日印度跟澳洲这个四方安全对话这个所谓的跨这个机制啊，他也是非常积极甚至倡导的一方。那么现在如果再加上一个菲律宾进来的话啊，除了说把日本跟菲律宾啊，他们去年十一月已经启动了一个叫相互进入协定 RAA 的一个谈判啊，允许两方在对方领土部署军队，那么今年第一季可能就会签署啊。那么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四月份的这个发展呢、啊，那么在美日菲的这个高峰会的之后，那么可能会正式进入一个美日菲的军事同盟。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个地图摊开来就更清楚了。也就是说，从南海地区到东海，那当然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啊。等于说，因为中国已经在第一岛链形成了一个具体可见的一个威胁，所以美国现在加紧跟他的盟邦要在南海、东海、台海这个地方啊，形成一个对中国的包围网。我想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观察。小刚、小平，这个黄先生，你刚提到美日菲的这个军事联盟的问题，那么这个日本这个升级这个行动呢，这一次和美国的这个联合行动呢，可不可以认为是美日啊加上台湾的一个啊准军事联盟的一个雏形呢？因为这个我看中国的这个学者啊，石英红啊，他说在台湾问题上呢，迅速升级的美日战略协作呢，已经已导致一项空前严重的事态，近日本已经严重冲击甚至毁损作为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台湾问题。不仅如此呢，两岸间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呢，伙同美国做大规模联合武装干涉，正成为日本政府的一项基本的政策。所以从这样一个分析里的判断呢，这一动向对台湾的究竟在军事上意味什么东西呢？对，我想我们都还记得啊，这个前是已故的日本首相安倍哈、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那么对这个问题啊，那么在各方的解读对他的这一个描述啊，各方的解读啊不完全一样啊。那么台湾方面比较认为说啊，说日本终于发现到台湾对日本的重要啊，所以很可能一旦台海发生战争，日本可能会来协助。那么中国的反应可能是认为说日本终于露出了马脚哈，他们就是要介入到这个台湾。那其实据我的了解啊，日本方面把安倍这句话的一个解读呢，比较倾向于是认为说
因为呢，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的话，他不会只有对台湾动武，他应该也会对日本，因为日本有美军基地。那么因此呢，日本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哦。所以呢，日本的做法也许都还不是说直接要介入到台海的这个紧张，而是他要防范中共同时在东海跟台海来这个声势，因此他要提升他的一个安全的这个防卫。所以你刚刚讲到说史英宏的这个观察，如果从一个比较宽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当然可以讲说日本本身已经警觉到他没有办法从台海的冲突，可能的台海冲突当中完全的置身事外，但是呢，他现在做好的事，他自己万一也成为打击的目标，有没有能力来反击？有了这样的一个防备的意识跟准备了之后，有必要的时候，日本可能就会有成为在台海万一有军事冲突的话，会扮演一定的积极的角色。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所以当然要讲说美日安保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啊，当然关注到了跟台海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办法切割，它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小平，这个黄先生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啊，日本有事的解读呢，跟我采访的这个日本东京大学这个松田康博教授的看法趋于一致啊。这个节目呢，我们美国之音星期六刚刚播出来，他就说啊，这个战争啊，如果北京打台湾，那么这个战争在日本看来不会是小事情，所以日本现在要加强自己的国防。那么北京打台湾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波及到日本，所以日本现在要增加自己的国防预算啊，这个搞自己的新战略等等，这样呢也能间接在这一上也遏阻啊，阻止北京呢打台湾。那么我来问赖小刚啊教授，那么这个举动呢，对北京来说呢意味什么东西啊？我刚才已经提过石英宏啊这个先生，他是中国著名的啊这个国际问题的专家，他说呢可以做一个简洁但很重要的解释，就是中美在台湾、南海、东海问题上各自的立场呢都是啊这个分为至关紧要，那么可谓紧张啊，可谓常态啊，重新紧张是波动中的必然。那么后来他担心呢，在这样的反复的交替中呢，他担心逐渐令两国愈意接近修昔底的陷阱。所以说从这么一个动作来看呢，会不会闻到修昔底的陷阱的硝烟呢？赖小刚教授。可以闻得到修昔底德。第一个我要想说的名字呢，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现实，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就是一个民主的西方世界，这是由美国领导的这个作为一个领头的一个西方民主世界，和一个海洋国家，它的特征是海洋国家的一个民主世界，和一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或者是一个伙伴的，和加上俄罗斯再加上伊朗和北朝鲜的一个大陆型的一个专制集团之间的对抗，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活生活现就体现出了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间所描述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一个竞争，这个是个现实，不要回避它。那么说呢，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在北京看来，这两个之间，海洋联盟和大陆联盟，海洋的民主联盟和大陆的一个集权联盟，一个集权轴心之间是没有妥协余地的，是不可兼容的，这个冲突很难避免，目前现在走下去呢是很难避免的，只能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的是如何不去打仗，而不是说要缔造和平，现在不是要缔造和平的问题，而是如何要避免冲突的。所以石英宏教授的这个观察他是对的。那么就于台湾海峡的目前来说呢，现在大家一切都为了台海，这里面我要说的一句呢，想起来呢，刚才借那个黄先生讲的和台湾安倍首相关于台湾和日本的安全关系的问题呢，这我想到了。那个纳尔逊，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他说过一句话，他这么说：大海只有一个，世界只有一个大海，大海是相通的。
这就是制海权只有一个，你不可能让分享你的制海权的。像台湾和日本之间的联系呢，是一种海洋的联系。只要有了大陆取得了制海权，台湾如果是没有的话，日本也就会岌岌可危了。所以这是不可能放弃的。那么说，至于大陆来说呢，它一定关于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调整，美国调整太平洋地区指挥关系的这个，一定感到不快。这个是正常的。然而呢，现在的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实际上整个的世界的安全、和平和安全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威慑之上。如果是美国的军事威慑失败了，那么说呢，战争就要爆发了，就没有和平了。当美国军事威慑强大的时候，这个和平才能够保障。当北京看到了它没有可能从这台海中间和或者是太平洋冲突中间占据军事优势的时候，他自然就要考虑到他现在的军事政策是否可行，这就形成了一个缓和。就像是7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这个当时第一次冷战中间的，从冷战从直接的军事对峙到双方寻求一种缓和 ，detente。这种情况出现的这个情况，我猜想下一个阶段就会出现缓和了。那么这个缓和的基础就是美国的军事优势，它必须要重整自己的军事力量。好，小平，那个赖小刚教授，我接着追问你一个问题，就是2027啊，这个数字呢，现在成了这个观察这个印太地区经济啊政治危机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年代啊，刚才我提到的孙立康博教授，那他说2027是一个危险的年啊，对台湾来说是很危险的。那么最近呢，这个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在一个书面证词中呢，他这么说，他说所有迹象表明人民解放军正在实现习近平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台湾的这个准备。啊，那么在这之前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啊，他说2027年以前，习近平让他的军队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所以说各种信息都集中在2027。那么再加上美日啊这个安全条约啊这一次的升级，那么跟美国对这个形势的判断之间的关联性，赖小刚教授，你觉得这个强吗？这个。看你，关键是看你怎么说了。因为对台湾的入侵有各种各样的入侵，一种呢就是大规模像诺曼底式的入侵，就是那个大规模的登岛战役，用这个解放军的术语话来说呢，就是登岛作战，大规模的登岛作战，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小规模的、中等规模的骚扰，就是在一些个产进行激烈的、相当规模的、强度相当高的海空作战。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外岛，就是具体的说，就是金门、马祖外岛的战役。这个呢，解放军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从远处说，进行大规模登岛战役，指美国的现在就是他的那个国防，中国军事力量，上面的意志说的5年内他不会有具备这个力量，他不会有进行大规模登岛作战的能力的5年内。那么说呢，我要说，如果要是说现在按照美国现在这种警觉，而且呢加强它的海空建设，加强军事力量，只要保持现在的力量，保持它有相当大的军事威慑，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不会具备这个能力的，因为这个难度太高了。那么下面一个呢，再下面一集呢，就是海空作战，在台湾海峡进行海空作战，进行一些个政治目的的，就像当年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进行炮击金门，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这个他这个能力现在就有，他马上就可以做到。那么说，至于说外岛的问题呢，外岛呢，这是当年那个 J. Taylor 叫陶寒。他在他的蒋介石传里面呢，第一次讲到，实际上呢，外岛的存在是当年毛泽东和蒋介石达成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是通过中共在香港的联络部门，两岸在香港的联络部门达成的，这是为了连接台海
台湾岛和大陆之间有一个地理上的联系，让它，要不然台湾真的和大陆分离了，这都不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想要的。所以呢，从目前的来说看，这个人民解放军，习近平去占领外岛没有意义的，反而会适得其反的。所以从这么来说看呢，实际上台湾海峡呢是相当安全的。但我要再强调一点，这个安全的前提是美国的军事威慑，美国的军事威慑必须要加强它现在的非常不好的军事趋势，因为它的军舰的数量太少了，它的造船能力太弱了，它必须要加强，尤其是要另外一个就是必须要加强它与它的盟国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日本，日本是整个美国太平洋安全结构中的核心，是个支柱，是在日本。所以呢，从这么样看呢，就是这是个相当安全的情况。那么说为什么2027年是有这么个这个趋势？原因呢，人民解放军现在呢，中国的军事力量呢是达到一个高峰。我的观察是高峰，再过5到7年之后，它就会从这个高峰上跌落下来。原因之一呢，因为它的技术跟不上。因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技术，它没有自主研发能力，它的军事技术，离西方国家和美国差得非常非常的远，还更没有说它实战经验了。另外呢，它的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人口老龄化，年轻人越来越少。实际上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的，实际上到达了顶峰状态了。不到达顶峰，也是接近顶峰了。在很快的时候，再到5到7年之后，它会迅速的从这个顶峰下来跌下来。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刻，这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说的话。不是国防部长，是这个印太司令。参联叫印太司令。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有，对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黄青龙先生，就是这个动作呀。对日本的这个影响，那么对日本的影响呢，应该是双个层面的。第一个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关系啊，我们都知道日本是战败国，它有和平宪法。那么我们有一位网友呢，叫做兵哥啊，他说美日重构就是在一起掐，日本想摆脱美国束缚，美国想多收保护费啊，这是美日关系的一个视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跟北京的关系，那么会不会因为美国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的提升？而导致日本跟北京的关系更加的恶化呢？黄青龙先生，日本跟北京的关系啊，其实从安倍政府以来，他意识到北京的这个威胁哈、啊，那么越来越明显了、啊，提升他的一个整个安保的国防的力量了以后啊，应该说啊，日本在外交上跟美国的一个跟对中国的一个所谓的竞争跟对抗是亦步亦趋。日本对台湾的这个重要性呢也越来越关注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啊，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大概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于在从它建交以来，应该说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的哈。那因为到目前为止，造成两国这个关系的崩坏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所谓的钓鱼岛的事件呢、啊。那么到目前为止，中方啊完全没有要这个松手的意思啊，而且不断的还继续在东海地区啊，对日本来针对这个钓鱼岛，这个所谓的这个尖阁诸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使，它的一个日本认为的这个国防的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行为呢，进行干扰，甚至有非常多次的海军的直接的包围啊。那么这个就让美日这个日中之间啊，在军事上的一个紧张呢是。随时都存在啊，再加上呢，日本的现在整个社会啊，对中共、对中国的反感度啊，几乎是等于是所有的这个已开发国家当中最高的哦、啊，这个达到90%以上啊。那么这个也不利于美日这个日中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往来。我们最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日本的学者被以所谓的这个情报人员的这样的间谍罪啊给逮捕啊。那么日本的企业也有好几位高管的也被抓啊，虽然现在中国没有像在十几年前所出现的一个反日的
大规模的这样子的一个打砸的这样的抗议，但是呢，两国之间的从民间的往来到军事上的对峙，那么经济关系的这个所谓的逐渐的这样子的一个脱钩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其实就算没有这一次的美日安保条约的一个升级啊，两国关系本来也不是太好。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升级了以后，就看中方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应对。那么但是诚如刚才赖小刚博士提到的，中方现在可能是人民解放军啊这个最高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时候啊。那么未来中国现在面临经济上的困境，你看习近平现在为了要这个让外资能够放心啊，他都不让李强来接见，他自己亲自要来跟他们开闭门会议啊。那么中国现在经济面临的情况，习近平自己最清楚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方肯定呢嘴巴会讲得很硬啊，但是能够做出多少的反制啊，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好，谢谢黄先生啊。这个北京的嘴巴会很硬啊，但是别的还要观察。正好我们呢有一位 X 网友叫 Bird 啊，他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他说，你说中国无牌可打啊，这种思维和做事风格真的不敢恭维，善良的中国人并不会把心思放在与你对抗上，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我会把事情放在更有价值与意义的事情上啊。这是一位 X 网友的观点，就是看中国怎么应对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油管网友呢，也有不少网友留言啊。这位 Dimitri 呢啊，他好像是一位军事啊，这个至少是发烧一级的。他说，日美加强了军事合作呢，或将提供更有效的威慑。然而呢，美日联合指挥结构的整合呢，受到多方面法律和运营障碍的限制，因此美日应在不整合指挥的情况下改善其 C2 关系。可能的选择包括建立联合行动协调中心，以增强双方之间的协调。那么这个看法呢，跟我看到的一些专家的意见呢，好像不一样啊。因为专家说，这个行动呢，可能为联合指挥呢铺下基础。那么也是油管网友叫 Jack 六啊，他说呢，美日安保条约升级啊，是美日深度军事绑定的具体步骤，更是为日后的军事摊牌做准备。好了，我要感谢我们的几位油管和 X 这个平面上的平台上的网友的点评。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我要在此呢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台湾政论作家黄金龙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赵鼎新辞职，李生回国，夹缝中的海归们怎么办？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3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
您的看法。中国千人计划引进学者，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近日发表的辞职信引发舆论关注。辞职的理由是他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啊，当时他在上海啊为这个学校里去募捐，在通过一个呢党政联席会议将他挤出了这个社会学系的决策圈。与此同时呢，在解释为什么离开了工作17年的美国智库回到港大任教时呢，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晨先生说，因为现在美国决策层有些人对华裔是不相信的。赵鼎新教授的中国梦和李晨先生的美国梦为何难成？当今美中关系背景之下，处于夹缝中的海归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欧道明大学讲座教授、管理系主任李少明博士。李少明教授，你好。哎，主持人小平好，赖博士好，观众们大家好。第二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你好。你好，小兵好，李教授好，各位听众好。这个两个人呢都属于学界或者是智库的人士啊，这个海归啊，他们现在啊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想找两位有这个学校背景的专家一起来讨论。很荣幸我请到了两位嘉宾啊。那么我首先请问我们的李少明啊教授，这个有一种观点呢解读这个赵鼎新教授的这个辞职信啊，是赵教授天真不上中国的权斗啊。一位叫苏轼巡演史的这么一个大 V 啊，这个人呢经常在上面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他说这种权力斗争不是一个天真的读书人所能驾驭啊，被排除出去有种必然性，也未必是坏事啊。所以我想请问李教授，这种解读视角你认为如何？我想是这样看哈，就是最近赵鼎新被解职的事件哈，他本来呢，按说，因为我自己也是系主任哈，系主任在大学里是最基层的领导，他是这个，反正是系里边的乱七八糟事他都得管，而且要对上面负责。更换系主任啊，不是什么大事情。那他这个上面想更换就更换，是在各地上都差不多，也没有所谓更换了以后，你说哎呀，更换了你怎么还背着我开会？那更换以后，他开会当然他可以就可以不叫，你已经不是系主任了嘛，是吧？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我想，任何时候，任何这个很多系主任都被解职的呀，都有新闻上。那么这里就涉及几个问题。那么观众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哎呀，内部政治斗争啊，就像刚才那位网友讲的啊，那他这个不了解中国国情，政治斗争不行。还有人涉及到这个学者本人的这个个人生活呀、道德品操都来了，这都不是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之所以闹这么大的轩然大波呀，它有一个更大的背景。这个大背景呢，就是中国社会学科哈的西方化还是本土化之争，这个是我觉得是它的大背景。啊，自然科学比较好办，没有所谓本土化，我们没听说过什么中国数学、印度物理学，因为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共这么这个讲意识形态的人，他也没敢提出什么中国化学、中国民族生物学，是吧？那么文科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文科里边呢，它不像理科那么严谨和公理化。当然了，在文科里头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应该算经济学，经济学它出发点人是自私的啊，在资源可这个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要最大化利益，所以这些东西啊。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承认，但西方经所谓西方经济学，这样我们应该叫它现代经济学，是承认的。这个中国已经悄悄的，实际上它不再提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哈。那么改革开放早期有人提出来，哎呀，要搞中国经济学，要搞首都经济学，后来发现都是胡扯，那么也都不
没了。社会学就没那么幸运了。为什么？因为社会学啊，它没有像这个经济学那么严谨，社会现象又比较复杂，而且社会学家特别爱批评社会。这个呢，他就这个，你想，我们要知道，1957年中共取消了社会学的，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对吧？所以这个，但是呢，他恢复社会学以后，他实际上走的是外国的路线啊，他走的是像从美国引入社会学家，这个已经有几十年了哈。这个赵教授，也就是这个，在这个前提下才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他应该是给美就带来美国的方式，在美国一流杂志发文章，这也是中共想干的事情。但现在呢，中共他越来越强大，这个开始说这个要指导世界了，你要指导世界了，那你学你这个社会科学、社会学也要指导世界啊，这就引起冲突了。所以呢，这两个冲突啊，把这个海归们确实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你比如我看到这个赵教授还有一个头衔叫什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专家，这肯定不是他想帮助浙江大学搞的吧？他去浙大应该是带去美国的方式，在一流文章对吧？一流杂志发文章，所以这南辕北辙呀！我先讲这么几句，你做个开头的引子。这个李教授啊，我正好你开了个头，我追问你一句，你是管理系主任啊，那么你提到了这个在美国弄掉一个系主任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可能赵教授是作为一个特区的特区的这个系主任被引进去的，他可能有这样一个背景啊。这个因为这个网络上的文章说他要在这个浙江大学办一个弱行政争取国际发表高水平期刊的社会学系，那么等于是给了他特殊政策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有某一些特殊的这个合同啊，那么你在几年以内要干什么事，要干什么事，那么你达不到的话，那可能怎么样？那么现在呢，我看到的一个解读呢，就是说全到这一方面，他引进了大量的在西方背景的博士啊，这些学者去了浙大社会学系，把本土派给挤到一边去了啊，这是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考评这一块呢，我估计不是他控制的啊，是学校的系统控制的，说他考评这一块没有上档次，最后导致了他被挤掉啊，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我看了一下他去浙大社会学系的这个时间啊，大概就是4年左右。在美国一个博士写篇论文4年可能都不够啊，所以在一个4年以内要把一个社会学系办成一个国际上叫板的这么个专业，你作为一个管理系，这可能吗？这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这基本是不可能事件。因为中共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他说你要什么我有钱，我就跟你讲啊，我前两年见过这个中国大学的这个人，是等于是学界的领导，他就说，哎，他说这个李教授，你找几个学刊，好的学刊，我们有钱，我们把它买下来，我们来办，我们不想发多少文章就发多少文章，他就这么，这就是他的理念。你想想，第一，人家不会卖，对吧？你当然你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啊，你只要出了天价，有人卖，但你买下来那一秒钟，这学刊就死了，他就一钱不值了。这个学刊之所以能够这么样的这个有地位和这个被人尊敬，就是因为他不腐败嘛。他如果搞这，你这，所以中国这那赵教授的东西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隔行如隔山啊。中国喜欢就是说什么美国顶尖、美国这个这么著名教授，或者要说经济学家，就谁谁快拿诺贝尔奖，他中国人自己爱搞这一套。那么好了，所以当然我看了，因为我要参加这个节目，我也大致看了看，在 Google 有这个 scholar 这个学者那个网站，你可以去看每一个学者在上面就是他的成就，他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大量多产，就我们叫论文机器，发表文章机器，有这种人，中国啊需要的是发表文章的机器，不是说十年磨一剑的学者，那么。所以中国他也有他的办法，他因为他就出了一个评这个，他叫做这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引文指数，就是这个 index 啊，你这个这
你比如我写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章，那我自己也编辑一个中国问题的这个杂志，不是，就是有他就会他如果他来发表，哎，这个杂志在不在这个名单上？一看，哎呦，没在中国名单上，那不能发表，发表了不算数。哎，啊，这个非洲社会研究这个在名单上，好，赶紧去发表，想办法。那可能非洲社会研究挺容易发表，但是他在这个中国的认可名单上，他就去发表了，他才不管说我这是什么东西，适不适合，有没有人看，他不管。所以他这样的结果，他这样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他不信任任何人嘛。因为你要想几年磨一剑，你对领导得有特别大的信任度，你对这自己的能力，而领导也能给你时间。你想想他这个来了三四年，可这个浙大一看，哟，怎么没见着很多少篇这个顶尖杂志没出来，那算了吧，这也有可能。所以这种制度不是就没办法做学问的。这没法做学问。好，那个这个问题可以接着讨论啊。我先要问赖小刚教授，他也是在学术圈混的啊。那么赵立新这个事件，你是从哪个角度去解读呢？赵教授，我间接的认识，其实我正间接的认识他，早就知道他，而且还是见过面。然而我几年前的时候知道赵教授回国到浙大的时候，我就特别奇怪，他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啊？他一定会很失望的，我就知道他会很失望的。因为实际上呢，我从这个中国那个制度来，从解放军里面来的，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念的书，到军事科学院，我知道他那个体系怎么运作的。等我要做博士快完的时候，在牛津做博士后的时候，实际上有人找过我，问我想不想回国，就试探过我。我马上我不回国去，我不回去，因为那地方不是我待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呢。刚才那个李教授说，这根本不是做学问的地方，他是作为一个论文机器。他实际上呢，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的学术机构，他根本不是个学术机构。他在就刚才李教授讲的，像什么化学、物理这种自然科学、工程，那是非常实的，他不能说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这个人文学科是一个非常的一个。不是那么样子的可丁可卯的一个非常的客观的东西，它不是，很多是主观的判断性的，具有很多的臆断性的。比如说这里面呢，这个刚才李教授说了一个社会学系以前没有的，他刚才说是57年，实际上不是，是在1952年。在1952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共进行了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一个叫院系调整。就把所有的院系调整，后来就变了，包括清华大学从个综合大学变成个工科学院，后来又恢复啊，是在1952年。在这52年的政治这个院系调整中间呢，就撤销了两个学科，一个呢就是社会学系，再一个呢就是政治学系。这两学科呢，毛泽东认为，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一定是觉得没有用，可能还有伤害，就把这两个学科就去了。那么什么时候恢复的呢？是在1981年恢复的，就是1981年这个社会学系，也就是和芝加哥大学，就是赵鼎新教授那个学校，他是美国最好的社会学系里面的，就在中国选了几个大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南开大学，我的母校，就在那儿选择了恢复社会学系，开始就在那儿开始的，是1981年。那么呢，政治学系恢复了。是在其他学校，等到后来政治学系两个学科同时恢复的。那么学科当恢复的时候呢，有一些个49年以前毕业的，由日本和西方国家培养的老学者还健在，就给上课。那么管这事情的党政人员呢，就告诉他们，跟这些学生说的哈，就说我们现在恢复这个学科，可是不是要教你们如何反对我们的。他一开始就是根本他不是在去学习西方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他到底研究什么问题？他是为了自己的巩固自己的权利，用他一些个技能，而不是说他的一些个态度的问题。我们治学要研究什么？培养学者？他不是的，他一开始就不是的。好，所以好。
好，这个谢谢这个赖小刚教授给我们介绍这个社会学在中国的命运啊，这个我略知一点点啊，但是我不知道赖教授了解的那么多。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话题呢有两个人，一个是赵鼎新的次子，还有一位主角叫李晨啊。这个李晨呢原来是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啊一个中国研究新的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么呢突然就是有媒体说他回去了。那么他接受这个香港的临沂采访的时候呢，他讲了他回去的几点理由啊。那么等我把他列完了之后，我再请这个李少明教授你来点评这几个理由成不成立。那么他们第一个呢，他说他回去的时候呢是有他对中美关系的整体的评估。第二个呢是啊，华裔的这些学者呢，美国的决策层对他们不相信。那么第三个是呢，美国资华派专家被排挤、被边缘化，这是他回到港大去的主要的三点理由。所以说，李少明教授，你认为他这三点理由站不站得住？第一个理由倒还有道理，因为第一个理由，首先就是说。这个李晨在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他在美国的角色是什么哈？那么他基本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所在单位是靠中共资助的嘛，在美国，在华盛顿，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钱从哪儿来的，大家都知道，拿人家钱替人家说话，这也没什么可这个没什么可指责的吧？啊。所以他基本做的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说白了就是糊弄。不，这个李教授，我想问一下，李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说布鲁金斯学会是拿北京的钱，这个有报道吗？嗯，这个应该有，他那些，就是特别是他那个中心，还有那个都是这可以找到的。嗯，好，你继续。华盛顿的智库从各种角度去呢，就是说不是直接间接拿中国钱，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建制派的人们，当然他就是不愿意这个把自己的利益触及到，所以他在批评中国上肯定都是有这个有保留，或者说就不是跟就是都是小骂大帮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做的事情基本就是靠内部新闻，就靠内部消息，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那种，对中国实质性研究。因为我有一个，我还记得一个小例子，就有一次，大概是20年前吧，我跟他都在美国国会的这个中国美中委员会上作证。那个时候大概是江泽民要下台，胡锦涛要上台，然后我就记得一个人问他说，胡锦涛上台以后。他的这个政策有什么倾向啊？然后这个李晨就说啊，他会对这个边远地区好。你说为什么啊？说因为他在边远地区当过这个当官儿。我说如果那他会，如果胡锦涛爱吃鸡，是不是会对鸡也好？这什么这种水平的人，居然也能够在那儿？这实在听不来，哎呀。行了，这先不说了。所以，这种背景的人，他现在美国对这个所谓靠什么挖小道消息、内部消息来判断中国，大概慢慢也没有人太相信这东西了，所以他也没市场了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中美关系确实是从原来的这个拥抱熊猫派合作，到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完全是对立了，就是事实上的冷战了嘛。在事实上冷战，像他这种天天讲好中国故事、明显的亲中共的人，在美国当然就觉得不舒服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呀？那他所说的华裔受排挤，我就跟你讲，我是2年前被任命为系主任的，这说明什么？我们大学里的很多华人教授都是讲座教授，都做得很好，我没有见到一个人，当然我可能井底之蛙哈，没见到全局，我还真没见到说在美国，华裔受到什么这种，就是因为你是中国人，因为你的血统受到什么影响，这可能没有。但是你从外国来，对美国不了解，或者说你的人脉不够广，这都是肯定的。那你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你也会这个
是因为你原来不是圈子里，这都有可能的。但是是不并不是因为你的种族问题。你要是换一个印度人，换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美国血统的黄头发白面孔的人，到了美国的话，这个中国问题专就这个圈里去闯荡，人家说你也不懂啊，你不能说因为你，所以这个东西是你的知识和你的社会背景，它跟那跟血统没有任何关系啊。所谓他说知华派，这大概是他的这个亲共派的一个好听的名词吧。那真的，如果是亲共派现在不受宠了，那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两国。美国突然明白过来，这么多年被中共给涮的不善呀、啊，那是都给玩傻了。那现在得慢慢开始明白过来了，还要这些跟着替中国讲好中国公事的人干嘛呀？我先说到这儿。嗯，好，谢谢。这个浙江大学呢，最近除了发生这个赵教授的这个辞职信事件以外呢，我看还有一位浙大的这个海归自杀啊。在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拿到博士学位并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储蓄星啊，作为浙江1311工程引进的1000名学术官之一呢，回到国内啊，9月17号凌晨自杀啊。他最后遗书中写到呢，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啊，六个字。所以说呢，这个赵教授的命运跟这个涂先生的命运比起来呢，赵教授的命应该算幸运啊，他只是被挤出了这个决策圈。那么剩下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海归们啊，究竟该怎么走啊，路在何方的问题。那么我看到有一个观点啊，是这个在文学城的一个观众的点评啊，叫成长啊，也可能是文学城的一个写手。他说这个他怎么建议呢？他说作为学者型海归呢，除非你有后台辈分高，如落奖得主，大灰狼不敢动你，你最好留在你能生存的地方。他说尽管有人说美国学术界不干净，但起码你有法律保护你。那么赖小刚教授你怎么看？谢谢，我先问这个问题，我就先跟着那个刚才李教授说的李成这个问题，我想加几句啊。我一直看李成的著作，实际上他的出版的东西很多，而且他的一些个几篇文章收到了中国政治的教科书里面有一章，但是我看他的东西呢很费劲，没看明白，实在讲我没看明白。这刚才李教授这么一讲，我一下就明白了。加拿大的这个教育体制、高校体制和美国的不一样。我一直不明白，我知道这里面资金运作的问题，加拿大和美国不一样，在这地方美国是这样，这李教授那么一讲我就明白了。而且这里面我说一点呢，刚才就是我看了他的赖教授你还有一分钟。好，赖教授你还有一分钟。好，一分钟我就给大家那些个海归要谨慎的人的哈，就说一句，你们看看以前的海归的50年代的海归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少人受到了重用，有多少人去什么地方的，再随便查一查看一看，海归四五十年代的这些人，他们的下结果是什么。学工程的包括在中国军事就当时中国科学院啊或者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如果你要是学人文学科的，学经济社会学科类的，那么你看看他们的下场是什么，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去了，有多少右派是他们的后代又去什么地方了。这个呢，网上的文章有很多很多，随便找一找就知道了。这些个海归了，这个一句话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是单程票，他很看清你的历史。谢谢我们的这个好，谢谢这个赖小刚教授，我们时间到了。这个翠松先生啊，来自推特，他说呢，太客气了，什么知华派，明明是亲共派、通共派啊，这是个点评啊。那么如果那点评呢，我没看到。那么我们的节目呢，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呢，我们两个话题是：习近平向美商抛出橄榄枝，美中商人合作。